端午节小长假，不少香港市民选择外出到内地游玩。根据入境处的数字，过去两天，也就是周六和周日，共有超过84万人次港人出境北上内地。有市民表示，内地有很多特别的选择，不少游玩项目极具吸引力。有啲嘢香港系冇得玩嘅。例如在一個商場入面揸車，我諗香港應該暫時都真係應該冇。喺度上揸嗰啲電動車仔俾啲小朋友，係啦，咁我諗依個係會有吸引力，帶啲小朋友上去玩下嘅。我喺雲南，大理、香格里拉全部去曬，好有經驗嘅，佢哋係大嘅旅行社，比較容易啲買，咁所以咧就直接由西九去到雲南，由雲南直翻嚟，即係唔使喺深圳北嗰度轉嘅。